青海。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洲之星。那么盘市在礼拜一呢做一个震荡走势，投资朋友你没有我的扣讯，看到礼拜一的盘市震荡会不会很担心呢？同时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看我节目八月份就好，八月份你搭上了冰川，搭上了 F 讯星，甚至还包含了光弘。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都赚很多，但是投资朋友想想看，你没有我的扣讯的时候，盘市如果接下来有震荡洗盘，你说马老师你看我的节目真的都有赚到，当市场很多分析跟你讲盘市不好，盘市很难做的时候，为什么全市场上只有我马老师我能够做到把最强势的股票带着投资朋友一起上车？我在昨天礼拜天的现场分享会里面，我也告诉大家说，我选股票不是随便这样射飞镖，到处换股票，不是。我们的团队从1626档上市上柜的股票比较哪一些会涨，哪一些会涨里面还要再比较哪一个涨的速度快，哪一个最具有基本面，哪一个最具有成交量人气法人会来抬轿的股票，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的精挑细选之后选出最好最强的股票，带着投资朋友一起来做操作，这才是真正操盘的精髓，我们马老师带着大家很用心的地方。看到今天的盘势，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又说马老师这个盘真的好难做，来大盘盘中震荡比较大对不对？你看看八月份，八月份大盘指数9100点上下100点，就在这个200点之间做震荡。为什么我选的股票6451的讯星103块买，8月4号103块买，涨了50%？为什么我选的股票1569的冰川今天的收盘价再创新高？还没有结束哦，收盘价再创新高，甚至4956的光弘，我还邀约你上一次8月14号的讲座里面邀约你一起上车买进5根涨停，今天再度的亮灯涨停板。在上上礼拜五我还邀约10个投资朋友来见证，连续2天小跌，8月19号我还邀请你10个见证起涨，你说马老师可能吗？一只、两只、三只、4只涨停，恭喜10个投资朋友，你都见证到了。这一波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看我节目，当8月16号我在节目上我说下一档就是虹膜辨识的时候，全台湾能够做虹膜辨识的没有几家。我把江波图、日线图、周线图给你看，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看到这些个股的走势，13块、14块多、15块附近，你都上车了，你也跟着搭轿了，赚了很多。但是我知道，有些投资朋友呢，你看到我推荐的个股，买光弘，你买个20张、30张，又不敢做的一波段上来，然后赚个5毛1块你就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我的资讯，你没有跟着我同步操作的时候。我说压回来我带着会员在做加码，你可能就被洗盘洗掉了，卖掉了，结果这一波光弘有涨上来，今天21块了耶，投资朋友大盘指数跌啊，还在9100点啊，光弘又涨停板了。全市场上为什么这么多的投资朋友，甚至非常感谢在礼拜天的会场里面还有投资朋友呢没有看过我节目也来会场，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你都是我的电视忠实观众，你看我推荐的股票真的都有搭轿，都有赚到，然后告诉你的好朋友来现场，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关键重点来了，来看看今天的侧标，光弘涨停板第五次，大家都知道，我说我要复制光弘的起涨点，它的发动点，时间还有两天，很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为什么讲说复制光弘的发动点模式？我待会给你看，我不是现在才讲，我要告诉你是它在整个架构里面一年大底，一年大底刚刚完成的时候，就好像光弘它的周线一个一年大底刚刚站上它的颈线的时候，我当时我在这里8月19号，在这里8月19号一年大底刚刚发动的时候，我邀请你来上车，我把时间给你看，是不是8月19号？8月19号，我邀请10名投资朋友来做见证，1、2、3、4，4根涨停。我不要讲说8月16号、17号，我还带着投资朋友，我亲自打电话跟你讲，你的200万资金，14块多、15块附近，你就买个130张，平均成本不到15块，到今天130张。我不是要强调这个绩效，也不是讲就是这个数字要你来入会，你都看到了，你也真正抓到这个盘势最强的主流个股。那么这些个股的模式，如果再回来8月19号，当时中线大底结构要开始发动的时候，我邀请你一起上车，你要不要再来一次？光弘还没有结束哦，我在昨天礼拜天的现场分享会，我讲得很清楚，投资朋友你都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真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八月份你看到了讯息，看到了冰川，也赚到了，甚至光弘上个礼拜我们也确实邀大家把握机会，14块、15块、16块、17块，甚至你最后看到我全部公布开来的时候，19块，到今天又是一只停板，你又赚到了。那么我们不是今天讲哦，投资朋友你都可以做见证，8月16号我公开讲说我在这个地方去买虹膜辨识的受惠股，全台湾没有几只，我当时的江波价位点一秀出来，你可能就猜到了，对不对？甚至8月17号我还跟你讲哦，一买在的投资朋友再买的时候马上攻涨停板，当天能够攻涨停板全市场上没有几只，哎，真的。到今天来，我不是希望说在节目上好像跟你数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你有买你有跟上的才恭喜你啊，我邀约你的时候，8月16号，是不是我邀约你下一档下一档，8月17号14块9，到今天21块，到今天21块，投资朋友这样子做股票不是很轻松吗？跟大盘指数有什么关系？跟成交量，为什么我的股票成交量越来越大？为什么？这是我的专业，我还特别先告诉你，你没有我的扣讯，你没有第一时间跟上我的脚步，你会少赚很多，甚至我带着投资朋友在做加码买进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加码，那不是很可惜吗？行情真的4只停板、5只停板，我不是喜欢输涨停板的股票给你看呐、啊。甚至接下来如果有震荡，跟着大盘一起做震荡做洗盘的时候，就像今天的讯息，你是不是又很害怕了？马老师要不要卖一趟？要不要做价差？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我的资讯，你跟我会员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关键的重点我不是今天讲，8月14号台北的现场分享会，我告诉你拉回来买点在这里，我是不是带着会员真的拉回来，扣讯也给你看过了，13块7附近市价买进，14号演讲连4根黑 K， 一般投资朋友你不知道的，你说马老师
连四根黑 K 会涨吗？到今天五成真的涨五成了。但是我也节目上告诉你说，我不是告诉你涨个四成五成六成七成就好像很多耶，还没有结束，它会涨到哪？为什么在上礼拜天我在现场分享会，我要告诉你更重要的重点，就是还没有结束，它的目标会到哪里你知道吗？我最简单的，我拿其中一张图，我讲了好几张的图的分析，我拿其中一张图，好，其中的一张图，在昨天礼拜天现场分享会，我讲这边有一条均线的压力，为什么上礼拜会震荡？有一个压力点在 19.76， 是不是真的震荡一下？我说这个成交量已经过了，前一波高点23.2，那个时候的成交量只有4700张，上礼拜42000张，以量价技术的观点，你看一看这个量能，把前面的量能全部化解掉，23.2的起跌点跟前一波的底部支撑23.4都会能够克服，关键点在成交量。我在节目上我也不会告诉你说去讲它会涨到哪里会违规，但是我讲得很明白，它的技术面量先价行，42000张，你说明天如果到这个压力点过去的话会到哪里？我不是说在节目上希望给你画大饼，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很客观的数字，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告诉你说这些个股你一定要掌握。来，我举一个例子，去年台股的领军个股是哪一档真正大涨的股票？是百言。来，3205的百言，去年四月份大盘从10014点哦跌到7203点，大盘跌了2800点，跌了28%，它涨了3.1倍。然后从7203，它最高132.5，涨到350，涨1.6倍。总共这个波段刚刚好10倍，刚刚好10倍。投资朋友，你看到的简讯，你看到的分析，有没有这个格局？有没有研究过去年的领军股为什么能够大涨10倍？你想知道，你不妨自己去研究看看。我告诉你的是什么？投资朋友，你看到的光弘上个礼拜42000张，谁在大买？为什么这么多法人实户在大买光弘？不是这个理由吗？关键重点来了，来，投资朋友，我先让你看一张图形，仔细看好哦。8月19号，它是不是光弘站上这个大颈线？站上这个大颈线的时候，投资朋友，你说站上一年的大颈线，量大开始攻击，马上四根涨停，还没有结束哦。要复制光弘发动点的模式，我先让你看两档个股。来，第一档，我在演讲会场上所说的大颈线站上会强攻，利多基本面题材在这里，这档个股确实在今天来讲，仔细看好，来，有没有大涨上去？有。第二档股票，我在演讲会场上说，连续3周想要站上颈线了，一旦站上颈线，基本面这么好，又有新的题材要发酵了， PS4 的散热管，今年散热族群里面你看到了超重双红大涨，它这个大颈线一旦突破会涨到哪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在告诉你说还有两天发动点，还有两天最好的进场时机？因为今天也站上了，我昨天讲的这两档个股也确实带着投资朋友去做操作，今天也站上了，是不是？今天也站上了。
你说有没有机会？我要复制更好的标的个股，光弘都还没有结束，五只停板了。我要复制光弘发动点，它的长期一年大底刚刚站上颈线的趋势，这个趋势我要带着你锁定最新的标股，全力锁定，不要再错过了。最好的方法，利用中场的资讯跟我线上助理咨询，让我马老师来帮你真正带领你锁定光弘刚刚起涨的发动点模式，好好把握机会，马上回来。土要平用人拖，甘蔗种用手栽，大家拼气力流淡汗，安尼也袂煞。餐草阮无用药啊做，较艰苦嘛，苦咧水丛啊口，操劳要几年，甘蔗才会当互咱食水甜。这款的气力无闭关，拢靠休困了一杯啊补力丹。明仔载气力，保你大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大涨必有先机，大跌必有原因。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享受获利人生。入会专线02-2578-3777，2578-3777。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大涨必有先机，大跌必有原因。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享受获利人生。入会专线02-2578-3777，2578-3777。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又可当公关秘书，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更可当采访记者。英1111有多种履历，凸显他多元的才华。更有一分钟动履历，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1111人力银行。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大涨必有先机，大跌必有原因。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享受获利人生。入会专线02-2578-3777，2578-3777。恰巧柠檬茶，哦哦哦，那那那，引爆你的畅快，恰巧柠檬茶。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亚洲之星。那么也非常感谢投资朋友呢，在礼拜天，上礼拜天非常热烈的支持。这两个月，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一直告诉我一句话：马老师，大盘好难做，好多。你看到别的简讯，收到的扣讯，为什么买了股票，买了就套，买了就套？为什么我马老师一直带着你锁定盘面上最强的个股？这是我的专业，我在投顾21年了，我一直告诉大家，盘势的节奏里面，接下来你真的要把资金放在最会涨的股票。什么股票最会涨？我一直告诉大家，要把握住最新的标股，全力锁定。会员要把握的标股，不是买一大堆股票啊。其实每一组会员我都建议3档股票就好，不要多，把资金集中买最强买最好的股票，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投资，最好的投资，不是吗？你看到7月份8月份，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你看我节目跟着上车的，其实都赚到不少。投资朋友，7月4号，我讲宇环，我公开推荐买进的时候，11块多，
在这里，羽环11块多，7月4号在这里涨到19块6，每个月增加1倍的成长，7成。8月份我也公开告诉你，我在买冰川1569的冰川，从演讲会8月份的演讲会开始，7月31号高雄台北的讲座在这里哦，7月31号的讲座涨了多少？7成，还没有涨完哦。后面的故事，你知道它涨什么理由吗？真正的利多还没有见报哎。投资朋友，8月8号，讯星我公开讲说我在买103.5，买在8月4号，8月4号什么价位点？在这里，8月4号一路涨上来，第二季获利年增75%，为什么大涨？为什么我买在这里？这些都是专业啊，不是事后才拿涨停板跟你讲。包含这一次的光弘，投资朋友，你现在都知道了。哎，马老师，韩国三星 Note 7热卖，18号、19号、23号创历史新高，哇，媒体登的好大哦，红外光 LED 翻身，光弘。我什么时候给你推荐？正确的来讲，8月14号。我在现场讲座推荐给大家，拉回来买。这个时间点在8月16号礼拜二的时候，13.7，我在买光弘。8月17号，我还告诉你说14.9，我在买光弘，买了就攻涨停板。投资朋友看到江波画面，礼拜三能够攻涨停的，说真的很好猜。涨停板股票掉出来一看，光弘。所以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14块、15块、16块、17块一路推荐上来，即使是你买在最后公布19块的地方，到今天又是一层，又是10%的涨停板，非常恭喜大家。我说我不是喜欢这种数涨停板给你看，为什么我能够选出来？为什么我能够先知道压回这个地方是买点？为什么我知道到了今天5只涨停板，全市场上都在推荐光弘，全市场上都在讲虹膜辨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同业的一个抬轿。但是我也告诉你，我能够从起涨开始带你买进，震荡压回带你加码，哪边的目标我知道，同时他有一个甩轿的行为，接下来马上就会出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只是看着节目去做搭轿的，你会被洗掉。就像你担心大盘指数，你回头看一看，我先举这个百元的例子，去年4月份从10000点跌到7200点哦，百元涨多少？3.1倍，大盘从7200再涨到8800的时候，它再涨1.6倍。要怎么把握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射飞镖，也不是乱买，它有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你说光弘涨5只停板你不敢追，那么我们复制光弘发动点的模式，还有2天上车的机会。真的，你看到光弘23.2起跌点的位置有没有套牢量？真的不大，上个礼拜42000张，当时8月19号，我邀请10个投资朋友，你来做见证。那个时候8月19号14.7耶，10名投资朋友，恭喜你啊，你都大赚，是不是？今天21块，我不要说一张赚了多少，然后10张赚多少，100张赚多少，13块、14块一路上来，我建议很多投资朋友买个130张，买个100张、50张的，都赚很多啊。但是我不是用这个绩效来强调，我要告诉你是这个利多，这个技术面形态、基本面、技术面我都帮你掌握好了。那么再来一次，昨天演讲会，礼拜天演讲会，我说这个大颈线，大颈线站上去你要好好把握住，又是利多又是技术面同样的形态。我今天有没有买？9:57，18.3附近市价买多。老师，9:57，18.3是什么价位？在这里，平盘附近，平盘附近买，
大盘跌81点哦，大盘跌81点的时候，我再买股票，来看好，收盘几乎要收最高，涨6%多，涨6%多，到收盘的形态是什么样形态？站上颈线，我买在平盘附近。同样的情形，我昨天跟你讲的另外一档，颈线站上去，后面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基本面题材我都告诉你了，技术形态也告诉你了。投资朋友，今天有没有站上颈线？今天涨4%多。重点来了，投资朋友，我不希望你猜，我希望是真正带着你，就像今天平盘大盘跌80几点的时候，我带你买股票一样，要掌握同样的光弘发动点模式，让我马老师带着你把握最新的标股，全力锁定光弘涨五字停板还没有结束哦，最新标股你不要再错过了。利用中场的资讯跟我助理办好手续，礼拜二我带你同步操作，也祝您操盘顺利。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大涨必有先机，大跌必有原因。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享受获利人生。入会专线02-2578-3777，2578-3777。好妈妈，用心即用心，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欢迎选购。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大涨必有先机，大跌必有原因。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享受获利人生。入会专线02-2578-3777，2578-3777。倒着喷也 OK 哦，我喷都发比哦，牛奔我草本驱蚊系列。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未来时间的规划，未来空间的测量，比较出精准主流，只有马老师敢说。